它曾经是一方文人雅士们自娱身心的小众艺术。大家坐在一块儿，一个玩一样乐器，然后每个人分一个角色，作唱的这个形式。它扎根地方，博采众长，内涵独特而富于创新，受到观众们的喜爱。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观众会走掉，结束之后结束了，舍不得走，还想看下去。它汲取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成为中国曲艺花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哎呀，他说真的，走的是台步好特别哦。他说，他我们京剧，我们手都是这么走。哎，你知道我手那么朝内圈，哎呀，绕得好好看哦哈。多彩贵州，与您一同欣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黔剧表演的动人故事。这是设置于上世纪60年代的黔剧艺术片《秦娘美》的开场片段。这一组画面中，主要表现的是生活在贵州的侗族青年男女一种独特的交际与恋爱方式——行歌作乐。作为黔剧的代表剧目之一，《秦娘美》在中国贵州几乎可以说家喻户晓。在上世纪60年代，黔剧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受欢迎的程度真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虽然在贵州省人民剧院每天上演两场，连续上演一个月，依然是一票难求。而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地方戏曲艺术之一，黔剧此时还相当年轻。最早它是以一种文青作唱的形式，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儿一个玩一样乐器，然后每个人分一个角色，作唱的这个形式，都是文人雅士比较有层次的人欣赏的一种文艺形式。解放以后呢，当时这个百花齐放嘛，百家争鸣嘛，那么贵州就各个省它都有自己的这个代表剧种。那么贵州省委省政府在经过层层筛选，多次的遴选之后，最终确定把这个文情戏定名为黔剧，使它成为真正代表贵州的地方剧种。一个新剧种的产生需要众多文艺工作者共同的努力。既然称为黔剧，如何突出贵州的地方特色就成为当时的创作者与演员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从秦娘美初次走上舞台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曾经在剧中扮演侗族姑娘娘美的演员刘玉珍，在回想起当年为了拍摄秦娘美在侗家寨子中体验生活的片段时，脸上依然闪耀出青春的光彩。我们就到甬江侗寨呀，去体验生活。白天家呢，就和他们这些侗族姑娘些一道了嘛，一道跟到他们去挑水呀，去劳动啊。还有呢，他们在那个大榕树下，特别是那棵大榕树西头，我们也跟到他们一道。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那种劳动人民的这种朴实的感情。共同的生活让黔剧演员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贵州的少数民族，也让他们今后的舞台表演有了更多的贵州味道。这些独特的创造也得到了众多老艺术家的称赞。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老师在欣赏过黔剧之后，就对刘玉珍的表演印象深刻。哎呀，他说真的，走的是台步好特别哦。他说他我们京剧，他京剧小花旦比如他演红娘然后他说我们手都是这么走。哎，你知道我手那么朝内圈，绕得好好看哦哈。你快再走一点给我看。哎，我就走给他看，就是我们这个戏里头的台步了嘛。
哎呦，他好高兴哦！哟，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给他讲嘛，我说是这个，哎，这是侗族，侗族的，他们姑娘平时候挑水也好，劳动也好，那扛起锄头，这那也是怎么着？哦，他说很特别，很特别，好好好。奢香夫人也是前剧中非常受欢迎的代表剧目，讲述了600年前元末明初时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彝族公主奢香，在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勇敢而坚强，以民族大义为重，带领一方百姓走上安稳幸福的生活。剧中的场景情节以及演员的服装动作都非常完整地保留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特色。崔艳鹏是当年奢香夫人的扮演者，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角色，他也曾到贵州的彝族地区体验当地的生活。我们到那个奢香遗址那个地方去体验生活，走那个羊肠小道啊，跟我后来戏里边那个台词唱的那个表演起来很吻合的。望不尽财宝里那乌龙掌声，张继路腾光阴。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聚集的省份之一，贵州在许多方面都打上了多民族的烙印，而扎根于这一片土地的黔剧也不例外。在以昆曲学习为主，广泛汲取众家戏曲之长的同时，黔剧也在着力打造自己的特色。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黔剧达到了发展的高峰。这个从中国西南地区走来的独特剧种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在中国的曲艺界享有了属于贵州的一席之地。鼎盛时期，贵州省黔剧团的规模曾达到数百人之多，而秦娘美与奢香夫人就是当时集体创作的精品代表。和中国众多的地方戏曲一样，在艺术多样化与新文化形态的冲击下，如今的黔剧在发展的道路上也是困难重重。今天正好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和一路之隔、人声熙攘的公园相比，这一边挤在众多摊贩之中的贵州省黔剧团则显得有些落寞。在电影大片、肥皂剧、电子游戏、流行歌曲大量涌现的今天，如何让人们有兴趣来听听黔剧？而在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同时，如何保持黔剧本应有的特色，是贵州省黔剧团团长朱红每天都在想的问题。虽然现在多元文化啊，很多年轻人他欣赏的东西多了，但是我想呢，我们要逐步去培养市场。这几年我们也搞过进校园，民段进校园，到各个高校去演出我们的黔剧，演出我们的戏曲。这些都得到很好的效果，啊，我们到贵州大学，我们去演出，哎呀，那学生，哎呦，一出来满堂彩，他就喝彩，他喜欢，
他觉得好看，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市场需要我们去培育，我们只要推出这个比较好的精品的剧目，然后我们只要有演出的场地，长期为群众服务，慢慢慢慢他就会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大学生村官是贵州省前剧团推出的新剧目之一，不论表演形式、舞台道具还是台词唱词、内容编排等各个方面，都充分融入了新时代的特色。而与此同时，作为表现苗族村寨新风貌的剧目，我们也看到了前剧中熟悉的少数民族风情，博采众长，兼容并包，扎根故土，独具特色。愿前剧这一份独特的文化遗产，伴更多的人走过更多快乐的时光。